今天哦，来到算快到三明了吧，然后这边前面刚才发生车祸哦，有一位年轻小弟在我后面发生车祸，擦伤了，人没有事。那我现在从这边下去哦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算是五寮溪的上游。那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啦哦，很久没来，然后这里状况怎么样我不知道啦，那要看看。然后本来以前是从哈上面那个地方下来，但是那边好像那个路哈被那个竹叶啦叶子给它遮住了，从那边下来比较危险。那基本上要从那边走啦，然后这里算是人家竹林，然后以前呢可以走到这下面，哇，现在看就很恐怖啦，很多草啦，因为这个没有做大水哈，我看待会下去也不太乐观啦，待会可能没有办法探索。那我们现在走这里好了，走原路来看看。然后这个点呢算是五寮溪的上游哦，五寮溪上游基本上认真找的人哈，可以发现这里，哎呦，都是蜘蛛网哦。那以前就是从这边，以前可以从这里下来，但是这里哦现在很难走啦哦，这个叶子都全部都遮住了哦，然后你不小心踩空就会掉下来，所以我刚才不走这边，然后现在往这边走。然后这边哇，现在这个很久没有人来了，那个竹子都长出来了。这个好吧，先等一下。来这个地方哦，要很小心呐、啊，因为旁边哦，就是以前来这边走就是很滑哦，很滑，一不小心你自己这边掉下去就麻烦了。像这边应该是很久都没有人走了。好了，那这边我就先不拍哦，因为这边路太小啦。哦，不小心就掉下去。这个哦，一手拿这个摄影哈、哦，一手要小心撑着，很麻烦。这边路超小的，我看可能这里哦，很久没有人来了。才会这个样子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没有做大水，没有做大水呢，这个石头翻不出来。哦，这个可能有兴趣的人来了几次哈、哦，也就放弃了。哦，这个是怎样？以前这里哈、哦、这一条路是很清楚的啦。哇，这个怎么走？不知道是不是哈、哦，以前从这条沟下去呢，还是怎样？阿哉，这边太久哈、哦，太久没有人来了。哇，是这里吗？这里都长，都竹子一堆啊。啊，做点记号。这有时候你到外面哦，你不太确定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要做记号，不然到这你迷路就糟糕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从这边下去，还是这里，不太清楚了，因为很久没来了，然后再加上这边其他人也没有来，那没有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猜可能哈、哦，难道这里吗？应该是以前可能是从这条沟下去，而且那条沟都长草了。好了，这个真先暂停拍摄，不然我下不去啊。这样一手撑着，这样很麻烦。哦，终于下来了。这边是怎样？
太久没有人来玩了，怎么会没有人在玩石头呢？奇怪。哦，就这个地方，这里哈、哦、以前下来算蛮容易的啦，只是说这边哦东西也不好捡呐、啊，然后这边都是一些哦原始的一个地层，然后这边就是五寮溪哦，五寮溪的上游，那、这里还好，目前看因为这边是溪底呀、啊、哦，所以还没看到很多的这种哦杂草，那如果上面那个地方。草就很多了，好吧，这边稍微简单看一下。这边应该很久没有人来了吧？希望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哈、哦，找到一些东西啦。哎呦，这里有很漂亮的花、欸，这不知道是什么花，有没有？哦，很漂亮。哇，这边哦，有一个水窟啊，那一个水窟过去好像会弄湿，而且比较深。没想到已经很久没下雨，这边竟然有水窟。那我以前呢，就从这边一直走，一直往上走啊，那边是可以探索啦。以前是有找到一些什么北菜桃之类的，没有什么大发现。然后想说，那么久没下雨了，这边应该是很干枯吧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水。我想就在这边看一看就好了，应该是没有收获哈，应该是不会有收获的啦。简单看一下都没有什么发现，连白菜头都没有。哇，真的是哦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哎，连要介绍一下白菜头都没有机会。好了，前面也是水比较深哦，我不想走了哦，赶快到别的地方走走好了，先离开这里。我、哦、这个地方空无一物啊，只剩下一些这个哦，算是玄武岩、火山岩这样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没什么东西哦，连白菜头都没有，非常惨。现在要溪捡哈，五寮溪这样溪捡很麻烦哦，很难呐、啊。那以前这边我记得都有竹农在这里活动啊。那竹农如果他们有种竹子，有在这里活动的话，基本上那个路哈就会清一清。那有些可能年纪大啦，不种竹子啦哦，有些地方就荒废了。好了，那这个地方哦没有东西哈、哦，往前面走哈、哦，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啦，因为上游有东西它会滚下来啊，连这里都捡不到了，何况是上面呢？因为太久没有这种大水啊、大台风啊。好吧，那现在呢就从这里我再走上去，哦，可怕阴森的路，基本上我以前初学者应该是不会这样走啦，那因为现在接触比较久了哈。哦，那出门有带刀，所以也比较不怕。那就是自己出来就要小心哦，注意安全，好吧？那今天呢，这里哈、哦、这个点啊、哦、就分享到这了。很抱歉哦，连白菜头都没有给大家看到，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了。这个时代哈、哦，玩石就这样啊、哦，这个玩个几年，你看变成这样，然后天气的变化啦，没有台风啦，没有水啦。好吧，那就分享到这哦，祝福大家啊，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